给重心给到主力腿，然后通过主力腿去起的时候转胯收脚，利用主力腿往上转动，然后用左腿冲力的时候，我的胯的方向要在主力腿的斜角，然后到了之后用你的左腿继续的去右边的斜花四分之一圆，然后可以让我的左腿先重量移动，腿收脚转推转开到位 one in two three and four five and six seven 七脚下，每次下的时候后腿要主力腿的脚踝，后腿的脚踝和大腿要给到前腿，然后用前腿接收了之后用前腿进行一个微微的四分之一圆，然后推动转胯到位，然后也是主力腿撑收集腿下，微微的画一个四分之一圆，